马上就要到我很喜欢的另外一款衣服了。就这种紧身服是他的这件衣服、哦、这件，对，我觉得打动我的是他的轻佻。这件你没法让观众看到，都得打码，然后说这件是你最喜欢的，就是码是你最喜欢的。那大家只能做到心中无码了。其实，在准备讲这场秀之前，因为我先看了这场秀，然后里面他。大概将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服装是非常裸露的，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想放弃，是因为觉得打码可能要 打到超过一个小时以上，但是后来我又再看了Milian 的采访，包括他对这个品牌的热情，我觉得还是不管多辛苦还是要把这场秀讲出来。